好，哎，你好。今年我是19年小牛的。19年，属牛的。请查一查我的身体健康。19年属牛的是吧？那老妈妈，你记住两点啊。第一，你这个人缺钙，身体不好，你的牙齿一塌糊涂，对不对啊？对。老妈妈，你有一个耳朵非常不好，听不大清楚。对，老妈妈，你喉咙这里不好，经常咳嗽。可以有，对，还有，我往下看啊，啊，你妇科也不好，你的腰痛，右腰非常痛。腰有时会痛。嘿嘿嘿嘿嘿嘿。属什么？被你们一鼓掌，图腾跑了，重新要找。几几年呢？19年，小牛的。19年属牛的。哎呀，腿关节不好，老妈妈。关节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关节以后有没有问题啊？什么？以后关节有没有问题是吧？那当然有问题了。现在这里还有。现在都不好啊，现在还有点。腰也不好，关节不好，你站不长的，站得长你就会腿酸的。还有老妈妈，你自己记住，你是打过胎、掉过孩子的。现在有个孩子，两个脚插在你的腰上，两个手拉着你脖子，所以你脖子特别酸痛，腰非常不舒服，对不对呀？对对对。对，赶快把孩子弄掉了。否则他就老缠着你呀，明白了吗？那得一直小房子念多少？小房子，你给这个孩子要念37章。一个孩子两三个。啊？一个孩子37章。一个孩子37章，还有一个27章。啊，妈妈，我告诉你，等你念完之后，我可以让他们到梦里来给你看的。他们走掉了，他们就跟你说再见啦。小孩子会来，你在梦中会感觉这个孩子是你的，但是呢，你又觉得不认识他。这是你打胎的孩子。那么，一天念多少经啊？什么？念经念多少呢？一天要念多少功课？大悲咒念17遍，心经念27遍，礼佛念3遍。好吗？好了。谢谢。还有一个7、8年生的两个小马的一牛一男，你们看看婚姻怎么样？以后一个人看两个太长了，别人都抽不到了。几几年的？7、8年的小马的，两个都是小马。7、8年属马的，男的女的？一男一女，欢迎他，看看怎么样。一男一女是吧？女的没问题，婚姻可以。男的有问题。男的有问题。对不对啊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好了，下去了。下去了。赶快抓紧时间。